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每年的跨年晚会都是检验明星人气的成绩单。2021年跨年晚会，周深就是一位抢手的香饽饽。一晚上，周深辗转于 B 站、央视、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四个平台，可谓是施展了分身术。有一张周深一年的实际图震惊了不少网民。2020年乐坛劳模周深推出了32首原创歌曲、40首改编曲，加上参加的各大节目和晚会录制的歌曲。2020年周深总共演绎了103首歌曲，平均3年54天推出一首歌，属实是时间管理大师啊。自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，周深不温不火的过了6年，从默默无闻到一开口就是热搜。音乐宝藏周深是怎么红起来的呢？一音综常客。2020年的1月19号，在我们的歌第一季总决赛上，周深和李克勤的情深深最终夺冠。他们在费玉清和阿云嘎、云淡风轻组合以及那英肖战的那战队的围剿之下顺利胜出，成为了实至名归的金声拍档。这是周深2020年的事业开门红。我们的歌在豆瓣上面斩获到8.4分的高分，同时还是同时段的收视第一，是一档有口皆碑的合家欢的综艺。而节目里面周深和李克勤的搭档可谓是天作之合，他们的音色完美的配对了，唱功又稳健，配合又默契，共同创造了无数经典舞台。他们可以深情款款的演绎情歌大会堂演奏曲，也可以驾驭到轻松欢快的话，还可以唱跳 rap， 用野狼 disco 嗨翻全场。除了对曲风的完美把握，周深还在节目里面展现了极高的语言天赋，从普通话到粤语再到日语和法语，熟练的在几门语言之间反复的横跳。中文都会嘛，英文大家也都会，我在乌克兰读书，所以呢乌克兰语也会，然后乌克兰他们说俄语，所以呢俄语也会，然后波兰语又有点像，所以也会，然后我是学美声的，所以意大利语也会，周凡尔赛深。以往观众对于周深的认知呢，只是小有名气的抒情歌手，而我们的歌让观众看到了周深的无限可能性，连任贤齐都忍不住夸他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后生可畏哦。如果说我们的歌开发了周深的可能性，那么歌手当打之年则是给了周深全面施展实力的完美舞台。达尼亚展现了周深的强大美声花腔功底，相思里面周深对古风和戏腔的把控呢，也是手到擒来，自己按门铃自己听，周深把歌曲交并暗黑风格完美的表现了，更不要提周深的打破次元壁大作达拉崩巴。达拉崩巴里周深在灵活运用五种声线，音调在最低 C3 和最高 DG5 当中自由的翻飞，全曲呢混杂了流行通俗花腔等多种唱腔，这种完美炫技的高难度的歌曲在当天节目里面顺利登上了第一位，并且在 B 站达到了惊人的1700多万的点击量。达拉崩巴也成为了周深除了大鱼以外的第二首代表作。随着歌手当打之年的播出，表现惊艳的周深名声大噪，加上多年以来积累的路人缘，打磨多年的周深终于收获了应有的热度。二，炙手可热的通告王。走红以后呢，周深频频在各大综艺露面。2020年他不但是青春环游记二、令人心动的 offer 二、我们的歌、歌手等综艺的常驻嘉宾，还担任了包括向往的生活、天天向上、快乐大本营、明日之子四和明星大侦探等综艺的飞行嘉宾。周深这么受综艺节目的欢迎，一个原因呢是他越来越火，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实在是综艺感十足啊。在综艺上他行为逗趣，又有沙雕灵魂，还时不时的有口吐京剧，节目效果是十足的。比如说在最近的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2当中，何炅和撒贝宁向周深介绍什么是捧杀，比如说你非常的恐高，然后呢他跑到我这边来说周深真的很勇敢，他好想去蹦极，周深就接了句说这叫暗杀吧，话一出口就把其他的嘉宾给逗笑了。青春环游记2里的周深反应快，人也放得开，他和杨迪组成双胞胎组合，在拆歌环节呢是人间小曲库，眼瞎而且脸盲屡屡认不出女明星，在节目里面能够很自然的接梗抛梗，节目效果拉满了。除了综艺节目，周深还是各大晚会的常客，晚会上的周深总是能够给观众惊喜，比如在55青春选择之夜一人分饰两角，租逼嘟逼在 BML 上是燃炸全场的， Arriva 在天猫晚会上换身为唱跳歌手，用中日双语演绎的极了净土。这一年里面周深带了无数个惊艳的舞台，台上专业台下逗趣的周深逐渐成为了业内炙手可热的通告王，人气和热度也在不断的攀升。三，流量的争议。蹿红以后呢，周深受到了很多质疑，质疑他不务正业成为综艺咖，质疑他失去了歌手的初衷，质疑他恰流量和热度不断的上热搜。对于流量和热度，周深很明确的说过他很想要，歌手想要在舞台上面唱歌是一件很困难和辛苦
苦的事。如果没有频繁的出现在观众面前，周深很害怕观众会忘记他。2018年，当年还是默默无闻的周深举办了第一次个人演唱会。演唱会的举办过程呢，格外的曲折。整个演唱会全程是朋友帮忙筹办的，会场很逼真，观众买的都是站票。当时呢，这个周深还没有红，只能够镇守大鱼，反手翻唱。但是就算很少场的演唱会，他都是感动而又知足的。他在场上哭着立誓，我必须要唱很多很多的歌，让别人知道有个人叫做周深。我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喜欢的人是周深的时候，他知道那个人是谁。现如今出道6年的周深终于得到迟来的流量和热度了。深知有流量才能够有资源的周深，只能够化身为拼命三郎，时刻忙碌在赶通告的路上。有人问大火的周后面有没有什么目标呢？周深的回答呢，却是格外的简单，说我很容易满足了，我只要一直在舞台上面唱歌就可以了。2020年在华语乐坛群魔乱舞的当下呢，周深能够凭借过硬的实力脱颖而出，再用极具吸引的个人魅力，大量的圈粉，成为了流量和实力兼备的当红明星。他的成功不是运气，是天道酬勤。多年的努力和打磨，让周深就像是一座在蓄能的火山，一旦爆发呢，能够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力量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